三四八个人。啊，搞够了，搞够了。这个人哦。哇、啊，这些人。灯牌没有，我喷掉了。嗯，你们还在打吗？啊，打什么？还在玩啊？哦，我想说，我喷掉了。认真的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有看出来，有看出来。我们很认真的。哎，有梦。Hello。喂，Hello，有人在吗？他们在打。有人。你们正在玩。那你们有减期吗？我们减很多。减很多，七个，我们有七个、哦。七个好像是有很多。对啊，对啊，有点多是不是？好，那，哎，不知道、啊、有梦又说可以，等一下。没有，不是场外，这只是我刚好问，因为我们标过来之后，然后你们人爆了，我们变成有人不能玩，有点这样会有点小尴尬。没事啊，现在里面几个人啊？对，你们先确定你们有几个？八个人、啊欸，没关系，你们七个可以过来啊。我就好，对吧、啊？行，那我叫人了。不是乱蹦的人出来。哎，都叫过来吧，应该刚刚好，他们应该 OK 了，对吧？嗯，有聊有聊，这样就蛮便了。但就是等其中一个过来以后，你们先打一场，我等一下看进去。那、啊、这一局就是通灵局的意思吗？你们可以通灵，你们可以通灵局没关系啊，反正一个鬼都跳掉了。我、啊、现在就在通灵啊。我顺便问一下，还是我在玩281嘛，对不对？就 TO 啊、嗯，一样啊。好诶，好诶，好诶。可是牛被丢出去直接跳是怎样？哎、欸，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自己喷掉了。没有，我说，和牛投票，他自己喷掉，笑死。
还有这样自己喷的。哎、欸，他为什么他为什么喷掉了？他连 disco 都喷掉哎、欸，什么东西啊？看太坏了吧！哦，哎、欸，奇怪，我印象中通灵局不是三分钟结束一场吗？啊，拜拜了！那结束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是不是？离职吧。对，没错，没错。谁是房长？处理一下，还是我要再重开一房？你重开。我重开啊。我说为什么这样还可以投错啊？厉害厉害！我从头到尾一直在投离职啊。我是刚刚和牛看到我砍人的、欸，结果他居然被投出去了。连结，哎、欸，我有这边连结吗？我看一下，有啊，这边可以直接邀人，可以啊，你要邀一下路过，不是啊，路过来就满了，没事啊，没事啊，可以给你们玩啊，我就是凑人数的啦，我补位，我也只是来凑人数而已，我补位。嗯你们不是、欸、不是、欸、不是这样的，不是我们来了你们就不玩了、欸、没有我很多游戏可以玩啊，我可以看花生直播就好了，真没事的，太冷了吧，我可以去玩医书。我补位，我打 support 没关系 ，OK 的。没有，你给我滚进来。support 全场只有幽梦可以 support， 你不行。你那个 support，、啊、你那个 support 不是 support 我们自己的，你知道吗？你是 support 对面的。断剑。我 support 狼啊。好啊，不然现在单挑中单幽咪啊，看谁的幽咪强啊。公安小。笑死。中单幽咪啊。三战两胜啊，没有，不要幽咪，不要幽咪，输的请一杯星巴克啊。那个叫什么来着？一个那个千年老萝莉。千年老萝莉，我想一下，你是说新出的那一只猪只？不是。千年老萝莉，安妮哦。你是说波比哦？不是。嗯、那个只会大绝只会瞬间移动而已。我想一下，大学瞬间移动是谁啊？嗯，幽梦，哎、欸，不是去夜曲吗？他唯一的，他的攻击技能唯一就是只有 Q 而已。嗯，哦，那是那个吧？我忘记叫什么了。波比吗？也不是啊。是啊，就我之前玩中路杀很多的那个啊，不是中路了。哦，你说那只罗伊哦？罗伊哦，罗、哦、伊，罗伊也很简单 啊，就带个强攻上去平 A 他就好了、啊，奇怪。我可以跟你要一下黄色吗？谢谢。罗伊还不简单，你也不要按技能，你就上去疯狂的点他平 A 就好了，带个强攻，出门士多兰点死他，然后站在兵前面一直点他，我就不信他头壳不会麻。所以现在又要重新认识一下新鹏鹏、嗯。没有，那是你，我不用、喔。走之前的。那是你、喔哦，我不用。好吧，对不起，我是新鹏，原来我才是新鹏鹏。这样，投票时间改零，没有人帮我看。帮我确认一下，帮我确认一下。哪里都是旧鹏鹏。我突然觉得被孤立了，好难过。我来了 ，OK 呀、啊。我调一下。突然有一个天外迷音，我调一下。这样的是看到100%就知道是新的。嘟嘟嘟，还有没有啊？哎、欸，16哎、欸，你们谁没进来的？赶快进来哦！
没有 ，Orange，Orange， 不在吗？其实应该在吧 ，Orange。我在啊。他还怎样？你可以进来。我知道，我还在等。没关系，我刚刚说你们如果可以，你们就先开始啊，因为我还在等我的电脑。没事的。哎，那不觉得昨天用的造型？投低。我们现在是三狼。三狼。一豺狼。一中立，两中立都有可能。OK。啊，身份记得看一下，不要随便乱跳。嘿，等一下有谁有那个狼哦、喔？给我跳工程师哦、喔！我绝对第一个先拿你开刀。我一定跳工程师，我跳到。你跳啊！我小丑会跳到。我小丑，我是小丑，我会跳动。我是赏金猎人。没关系啊，我是恋人啊，我恋人是幽梦，投他投他。我化形者，我会咒杀。哎、欸，简易也没有人进来，是不是？那我开车喽。你们先开，边玩边等吧，边玩边等吧。对对对，你们先开。边砍边等。我。谁那个造型是 Sweeper 啊？在哭是吗？我看到了。这么安全，第一局。有人白给，不知道是谁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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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嗯，经过就发现尸体在那边。哎，给拍摄的讲好了。他就拍那个有人带我们过去看他的尸体，然后我们两个看了一下，决定拍桌了。后面还跟一个伯伯，所以三个安全。没有，我先到的，然后我看到有尸体，我不想拍，然后我回去叫了你们两个。那个、嗯、我以为你们不敢想到的，我其实有看到举报，但是我没有看到尸体在那里，就是他们被挡住了。我没有进门口啊，我没有进那个里面门口，我是在门口有看到 report， 但是我没有看到尸体。对，一个而已。我们看到的是 CC 的吧？没错。我记得我们是从电房进去，然后遇到。同生会从左边进来，对不对？没错吧，帕普？嗯嗯嗯。所以我们三个一定是不会出这两刀。然后左边还有一个茄子吧？对、就是，茄子是从左边左下进来的，所以他其实很危险，他有可能到了然后进来跟我们会合，对不对？是茄子是这么走吗？茄子？我是从左上到左下的。哦，对啦，那其实是同生会比较危险、喔、我讲实在话，因为你是从左下进来的，对不对？左上进来的啊，你也是左上进来的，好像是因为那上面什么都没有开呢。对啊，所以我说我们四个不会出这一刀，所以我问其他人。没有，就是花生的尸体。看一下，好多打字。讲个话，讲个话，大家都不讲。
我来看一下，我来看一下。怎么讲啦？超电的。有电。聊天游戏。在会议室。啊、不是会议室啊，右上。我也是右上。妈妈，然后我一开始去会议室出来去右上的时候有看到卡拉，的确去绕了一圈会议室。所以豆豆跟卡拉互保？没有互保，有经过。尸体在医疗室的调温度那边。嘿，是怎么样？过去就是鸡腿，还是在你身边倒下？臭掉的鸡腿。啊。然后我一开始我是先去，扫 QR code， 然后我从左下任务解一解之后。往上走到右上就看到他倒在那边了。我是 WJ， 我刚刚有跟豆豆走在一起过。然后 WJ 你是不是鬼啊？不是，我有看到童生往医疗室那边走。我可以去开一下啊，我去处理一下，我去处理一下那个童生啊。好。我觉得你不行处理我，不然你刚刚不是往医疗室那边走的吗？没错啊，可是那时候我进上校前他还活着。嗯，阿咪阿咪，为什么你要到 CC？ 阿咪，是不是他要去洗澡？你说为什么要刀 CC？ 我不可能刀 CC 啊 ！WJ 有看到我啊 ，WJ 在右上有看到我，然后卡拉也在登录上有看到我、啊，不会是阿咪了，嗯，不会是我，嗯，然后我在那个左一开始我在左下的时候，我也有看到同声会，然后我要往右上走的时候，我有看到林宇翔在 WiFi 房里面。完了，我觉得我们盘上一刀好了，上一刀双刀啊，一个 CC 一个那个男人，有人看到他吗？那个男人，对啊，那个男人死在哪？没过第一轮，没有没看到，对啊，完全没看到，没有没注意。那如果等一下
童生没问题的话，不行啊，等一下那个 WJ 你一定要去枪童生啊，然后你不、啊、你我、哦、算秒，哎，枪应该比狼刀快哦，应该吧，嗯，我会算秒数哦，然后如果你枪他你死掉，那也没辙，你就帮我保一个贴好。那、啊、如果你枪他死了，那你就抓到一个坏人，然后记得拍桌，嗯、可以拍了，三狼可以拍了。没人要拍哦、啊，这边不是三狼局吗？一二三四十五十四三十四，还差一个，再死一个。其实这边牌桌比较稳诶、欸，如果十人局等下丢到一只狼的话，也没救啊。这边要拍。哦，警长开了，一个小丑。完蛋，我。啊、他们在会议室看。他是被我，哦，你是，我先说我这边这个好不好？他好像是我被吓走，然后死掉，因为他第一个贴面把我贴上去，他就直接爆开。你旁边的是卡拉。WJ，我说的是的事情。你跟 Bobo 还在一起吗？哎，那时候关灯，但是我有。可是门是关起来，我贴上去 Bobo 跟 WG 这样子，然后 WG 先进去，然后我跟着走进去，然后我走到他旁边的时候，他就直接爆开，然后之后一堆人涌进来，对，没错，跟你在一起关开门的是我。哎、欸、，Bobo 不是还在会议室吗？那个、我记得是他死在关灯面板前面了。那他死的时候，他早就贴上去了。他是在杰西，我已经走了。你已经走了、哦，所以你是说你要、okay. 是你确诊是不是？没有，应该是你没错。我是比较晚进去的。对啊，我因为我一贴上去，我就看到他直接倒地。嗯。可我这边好想要票同声会啊。因为我刚刚觉得我那计划没有问题，他心很虚啊，一开始就跑走。不行啊，我这样就只能证明 WJ 不会出那一刀，他一定是贴好。那上一轮他有讲说你在右上角，然后你又说你在上角，那确实斗死在那边。然后尸体是那个谁拍的？我茄子拍的、啊。那唯一出刀的就只有你和茄子啊，对吧？同声会，没错啊。没错，你要不要先出？你真的不能出我。那你挑身份。失败你信吗？我不信。那你就不信吧。因为我一早死晚死，我必须得躲。那失败你也不会被他抢啊，你干嘛？对不对？因为你现在逼我讲嘛。不然，那你就让他抢你，让他去死。因为如果他抢我过来，别人看到就会变成我变术士没。啊，他抢你他会死掉，他因为你是好人，他会死掉，但是我就是怕死在一个没人看得到的地方没。嗯，那所以你不应该躲，你就先认定他是那两个，其实我都可以丢，你要不要先让杰奇讲另外一个尸体？我没有在那边，我在油房装油，我不知道另外一个尸体在哪。哦，你不是说你那边有个尸体吗？没有，你说你这边有一个尸体啊，刚有两个尸体不是吗？嗯，那他真的失败，完了，那杰奇出去啊？我出吗？嗯，不要出我了，不要出我了。等等，我在解任务。因为你跟卡拉在一起的。
真的吗？完蛋了。往右，边只有看到波波。好诶，好诶，好诶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先讲一下，你聊我聊。你啦，你啦。好。你指是哪一个？那个幽梦吗？对，幽梦。啊，Bobo在会议室拍到尸体吗？是蓝色的啊，这边，我先聊一下我的视野，就是开局呢，我是第一局跟第二局都有去修灯，然后第二轮修灯完之前，哦，我看到那个林宇翔往右边走，然后灯就关了，我觉得很害怕，我赶快直冲奔跑去电房去修了灯，修完灯出来之后，我看到 Bobo 也进来了，然后跟着 Pop 两个人。然后 Bobo 感觉要带我去一个地方，然后我们跟他一起去到会议室之后，看到这个鸡腿。嗯，说一下，其实我跟中间有跟 Bobo， 就是我找不到他，但是对，但是我还是有到第一个门口，因为我以为他会在原地等我，所以我就左右绕一下，但都没看到，所以我就直接走到第一个门口，然后灯开了，在里面看到你们两个这样子。嗯。好，我想一下我要怎么讲，我最后讲嘛。嗯，反正这边因为我前面有看到，第二局开灯的时候有看到你，但你在我这边心里算蛮好的，因为修灯第二轮修灯只有我跟你有来而已。嗯、啊 ，Pop 是，Pop 是后面才来的，他在门口吧？对，他在门口、嗯。没有，因为我一直都跟 Bobo 绑在一起啊，只是。刚刚那边有点走散，所以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你还记得那个我们就是走进会议室之前，有一个人还活着、欸，林宇翔还活着，他怎么不见了？嗯，没有了吧？他不是一开始就不在了吗？没有，他最后有出现在我视野里面。对，嗯、然后他从我们的左边走过去，除非你坐在我身上，不可能，因为我离你很近啊。你不坐在我身上，然后让弄、不会啊，应该是 Pop。我想想哦，还是 Pop 你投离子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把离子飘出去。我也觉得离子、啊。那好啊，那我投我自己嘛。哦、啊，我投我自己。啊，好啊，没有问题。嗯、我这边肯定是投我自己。既然我认得好人不帮我丢狼的话，那我只能投我自己。没有，因为我跟 Pop 有革命情感，真的。你先投你自己。好，我投我自己，我这边一定会投我自己。厉害啊，李子，你怎么花生帮你聊呢？
没有，我看他的视角啊，因为我不能用鬼魂视角下去看了、啊，我用鬼魂视角下去看看太多东西，我要用他的视野小视野下去看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换票师可以拍桌啊？他没拍桌，他是拍尸体啊，他拍尸体啊。啊，是不是不要开直播啊？我刚本来是对不对？我要让你信我，我必须得把自己弄死。是不是不要开直播啊？因为那个预览会看得到你的画面。预览谁？你可以看到有谁在看吗？对不对？预览是看不到有没有人在看的，你要我截图给你看吗？波波啊，我要让你相信我讲的话，我还得必须得自杀呢。不是，我还把那个警长变掉了，我想说的是个完美的变掉，说是说是。不行啊，因为他们的武力都集中在我身上，我必须得让你们澄清啊。术士我完全没中杀，我完全都是面刀。对啊，我必须得帮你们做澄清，所以我得自杀。啊！是我刚刚截起那个那票，截起是鬼吗？不是狼吧？我是逆区的。那、啊、你是逆区啊？你在那边乱讲话，被我弄出去刚好而已。我老大，你在那边想什么？对不对？我必须得自杀才能换得你的信任。乱讲什么？不是，我就没有在会议室，我明明就比你早出去，而且那时候是开灯出去的。你都不看荧幕，你是不是又在跟人家聊赖？你又跟妹聊赖？你不看？没有，我在玩 Warframe 吗？我等下再打。还玩？等下，然后我任务解到剩八个，我不敢解了，我不知道还有几了啊。对不对？我必须得赢取你的信任，我必须得自杀。没有，你那个错的，笑死！啊，我以为我们会赢哎。啊，什么东西？你怎么可能赢？你就一直想养我，我就有感觉到啊。到最后面被豺狼给砍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所以说笑死。那个豺狼到底是离职还是路过？知道啦。没有，我本来想砍你的，砍你那个时机不太对。对对对，邪恶术师、邪恶赌客也可以这样玩。其实我觉得邪恶赌客刚刚不要赌那个谁，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就是乱赌，因为我必须得自杀才能。表现我好像真的是对，才能证明他自己是间谍，他才能作死，因为场上也没有间谍跟他对跳啊。对，嗯，那其实真的有间谍啊。你刚刚去猜那个鞋子是失败，然后你说被骗了，这样不是比较好吗？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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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其实失败是鞋子狗，但是我不能猜他，因为如果猜对他没有啊，他已经先穿了他的身份嘛。啊，他先穿他的衣服。如果茄子狗这个时候跳出来穿他的衣服的话，这个时候赌客如果是有好赌客的话，可以去猜啊。可是重点是他自己是坏赌客，先穿了间谍的衣服。啊，如果他死了，大家就会认他铁好出去的，然后茄子狗就会是那一只赌客。没有，我不认茄子狗是赌客啊，我觉得他是失败啊，所以我刚刚直接把茄子狗给砍。嗯，对啊，因为你们狼知道谁是失败啊，可是他不知道谁是狼。所以我是以死谢罪啊。以死谢谢，换取你们的清白啊！哎、欸，还有谁没进啊？少一个，谁？哎、欸，橘子反而去进来了，终于。所以赌客也可以这样玩啊，就是你要爆，但是就是要爆那个很奇特的东西。人都到吗？应该啊，十五个了。应该十五了，没到的也只能下一、欸。对，花生，我一开始就躲在下消，就你从标本室进来，那我没理由不倒你。没有啊，我想说，我一开始直蹲下消啊，我想说出去应该安全吧，我怎么知道前面站一个魔关羽哦？我想说，我灯闪了一下，我想要去找一下尸体。结果一个魔怪也在那边，我没办法。我是真没想到有一个卡拉鸡腿堡会过来找我一下，那里站着一个神张飞啊。
干得好啊 ，CC。干得好啊 ，CC。砍对了。做好事。帕普，你有看见吗？啊 ？CC。他倒的那个位置是你两秒钟前在的位置。哦，对啊，我那时候跟他绕圈圈啊，然后我铝破灯直接亮。我以为是 CC 变掉他的，或者是他变。我在道友啊，你们应该有看到。CC 后来才过来的。对啊，然后我就看到那个，我以为是 CC 开掉他会。还是他变你、啊？花生，我们好吗？好吗？我想一下。他在大庭广众之下挂的，应该好吧？哦，那你等一下可以做我的保镖吗？可以啊。啊，你会有生命危险是不是？我需要你的保护。啊、哦，好，这样你才好吗？那我等一下保护你，我等一下保护你。因为我头上的东西会害我死亡。好好好好好。那、啊、尸体是尸体还是咒术？依照他们的讲法是尸体。我两秒离开之后，尸体在原地。依照他们讲法，他们是尸体，是尸体哦。那、啊、我想一下，我在右下，我很安全。杰奇在哪？我被关在火箭房。卡拉有看到我吗？嗯、卡拉的小可爱是谁了？他跟小可爱在右边，是我吗？我是你，是你的小可爱吗？哦，不是不是，他是说橘子哦，迷你，对对对。花生，你有看到我吗？嗯，哦，那个脚是你是不是？什么脚？我过去的时候有看那个脚胶啊，在那个一二三四五那边啊，可是我没有去，哦、我没有去确认是谁。哦，对，那就是你。那我们两个安全。火箭房的门后来开了吗？你说什么？火箭，你说你被关在火箭房里，可是因为我没看到你。啊，火箭房的门后来开了吗？你开了吗？没开，我没开，等下可以去看。所以你是站在火箭房里面发呆？嗯，我躲在里面，我不敢出去，外面很可怕。我听到有那个刀子挥来挥去的声音，好可怕哦！不是电锯吗？我听到是梗梗梗梗。德州吗？德州电锯吗？应该是哦。照他这样子描述的话，有可能是德州电锯啊。小心一点，火箭房不要去啊，真的不能再去。哦。等CD好像有点快哦。等等，你掉下去的话，我也救不了你。你有那个火箭房中间有一个洞，有没有？你掉下去，我救不了你啊。所以是谁确诊 ？CC 还是哪个？他们不是说看到尸体吗？可能是帕普。他们的视野怎么不一样？安全了吧 ？DC， 你干嘛、啊？我想一下。你是柯南吗？那個、旁边一直死人。那个外表是侦探，内心却是水鬼吧？没有没有，对，是咒术。嗯，咒术，或者是，如果是咒术，你就盘有谁经过你啊？有谁经过我？是有人对你使用的铁在一起吗？所以也不知道是。反正你就开局算25秒嘛，25秒过后经过你的人都有可能是下周的那个人啊。没有，他有可能是咒术或是
紧张，看不太出来是哪一种。因为请问是有人对你使用领域吗？什么是领域？他 get 不到了，他 get 不到。咒术回战，他 get 不到。他不会是警长吧？他如果是警长，为什么警长开枪会有动画吗？就是跟咒术不会，不会升，不会升上去啊。警长哎、欸，警长开好人不会升上去啊。哦，对。但汤姆刚刚一直很怀疑是有人开枪啊，所以他应该不会是警长。嗯，如果是术士这发的话，我保同生会都在动。那茄子刚刚。我好像嗯，你等一下可以不用跟着我，因为我怕你下一场跟着我你会暴毙。嗯，我知道我知道，再跟你我可能等一下你出了我也要出。而且我不确定是你被吓走还是我被吓走。我很善良的，我让你远离我。嗯，好好好，我也很善良。刚刚谁在上校？你说什么时候？谁在上校？我从那个我从那个刷卡那边遇到茄子，然后我从下校走到上校，所以我只有遇到茄子过。所以如果是我被下咒的话，那茄子，你刚刚在干嘛？茄子要讲一下吗？我刚那个我遇完之后，我都在左边。然后后来我看到 WiFi 房那边好像有几个人，我就跑过去。所以你拍尸的时候，我是有动的。你这个尸体是秒拍吗？不是，就是我过了大概五秒，大概五秒。因为我在 WiFi 房的时候有遇到梨子，然后在门口有遇到茄子，那个时候他们其实的确都有在动的。因为你们盘这个尸体是术士还是警长还是砍的、啊？我听这么多还是听不太懂、啊。他们说术士、啊，警长或术士吧。警长或术士，有可能看不太出来，因为他。可是如果是术士的话，你们也没有给出谁经过你，不是吗？就是茄子，但是茄子有在走啊。对啊，所以你们的视角很怪啊。WJ， 我可以做你眼线吗？这一局，你是。同生会，好，没有问题啊。自己挂三票啊。加藤已经确诊了。我想先问一下，在左下的时候有谁？刚开完灯的时候。我有下去。我从那边出去的。西西，我想问你，有你说有 Orange 吗？刚刚那个声音是 Orange， 还有谁？我 Orange， 然后跟花生，然后茄子。哦，应该还有谁啊？自己承认，因为我印象中不止三个人。我不是站在加台音上面吗？我在下载、哦，还有豆豆。嗯，我修完电之后去左下，我就出去了，因为我觉得那边这么多人，我感觉我也是。七七，我想问一下，你刚刚说你是可能术士确诊嘛？那刚刚讲的有 Orange、豆豆，还有花生。啊！我进术士坑吗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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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想要问他，他这些刚刚在左下的
这四个人，西西有你的术士根吗？我的术士如果有可能的话，就只有茄子啊，因为我刚上一局就只有碰到他。可是 Cici 说他上一局只有碰到茄子，可是我跟卡拉带他拍尸体前，我们是有看到茄子在动的、欸。对啊，所以有可能，因为我不确定 Papu 到底是警长枪人还是他是术士，因为他那个就是直接爆开，然后我看到 WJ 是站在那个身体检查那边，他也没有动，然后我觉得他。你们说茄子有在动的话，那我就会觉得 Papu 有可能是警长。我比较认得下陌生是警长、欸、陌生，因为他有。只是如果你要拿两轮的术士坑去比对的话，那上一轮跟这一轮的就不太能一起比对，你就要把这一轮当成全新的一轮。嗯，对，所以因为其实那一轮就就是说我的视角看他比较是警长枪我。但是为了避免说我有确诊，我还是想要问一下西西他的坑有谁。嗯，如果说我术士的话，就只有茄子。WJ， 我这局的眼线演完了，我可以去跟斗了，我可以去尾随斗了。好、啊。啊？斗，你不介意我尾随你吗？可以来，尽量尾随，再多一点人来。但是我不希望太多人，不能太多人，两你们两个就好哦。好，因为我上一个尾随的那个可能有机会要死了。真的吗？嗯，我觉得我再跟他的话会出，不是他出就是我出。会议室对不对？嗯，我有去会议室，我要去看一下有没有死人。嗯、好，花生安全啊。嗯，同生会在我心中蛮好的。应该蛮好。加藤应该可以到。还有谁？加藤英卡拉可以到。三刀，有一刀在刚关灯没多久就死。哎，你不要跳身份，你不要跳，可能有坏毒客，你真的不要跳。其实可以跳啊，有点难。就是可以。我觉得不要跳比较好。好毒客吗？我是好毒客。哦，那就好。好吧，那处理一下。最后一刀蛮新鲜的。最后一刀死不超过十秒，因为我有看到幽梦从会议室左边出口跟我交身而过。那你的视角是对的。嗯、这边哦，我刚开完灯的时候，我在下面转水盘，我要去下面转水盘的时候，他也有绕过来看我一下，然后他应该就是往会议室走。会议室，你说他往会议室走？你说拍尸体前几秒？对，对，应该是拍尸秒前十秒吧。那拍尸体前十秒，那茄子狗我可以出啊。茄子狗可以出。这个发言会有点脏哦，因为尸体是在转水那个什么左下的房间的外面门口。花生，我告诉你，茄子，你再聊一下吧，不然会随便会出你。茄子狗不能投，茄子狗不能投。那茄子狗，你是我心中好了，你觉得谁可以丢？
加藤。加藤吗？你要丢我啊？嗯，想一下。因为等一下我才能尾随茄子狗。我刚刚的那个那几局那么明显的，你还要丢我？嗯，我要尾随一下我信任的。我可以问一下，刚停电的时候才没有去电访吗？别奇在会议室。哦、我跟幽梦那个时候还来下宵，电关了很久。因为一直放，因为在电访人很多，但是没有人敢去开。嗯，我开的。印象中是有 CC， 有茄子，有我，然后其他人我就没印象。还有我。哦。不知道，因为我一直在门口那边左右左右左右。啊，我有看到的是颜色比较鲜艳的 CC， 然后一开始上去的时候有贴到茄子狗，因为那个热狗蛮明显的。嗯，你知道要做一个尾随加箭头指着人的人很困难。嗯嗯，花生，你说你心中的好人是同神会吗？嗯，我只有认他好诶，其他。如果这边的话，一个跳赌客啊，一个跳交换的话，剩下的我都可以丢啊。谁跳交换者？啊，跳交换吧，不是跳灵媒吗？不是灵媒。哦，跳灵媒。哦，对啊，跳灵媒啊，啊一个跳赌客嘛。为什么要换我？又死一个啊，铁好安全哦。嗯，加藤应安全。我问一下，谁去修紧急任务的？右上是我。右上是口水狗。左上是我。左上是谁？橘子。我橘子橘子。然后下来刚好遇到 CC， 上去前好像有到 WJ，但 WJ 走了。好，班神。嗯。铁好 OK 吧？我这边有看到。不太 OK， 我这边有看到，因为我是走去紧急任务塔的时候，走到一半灯就闪，我就开始往回走。然后呢？雷破灯闪吗？不是，他的那个灵，我的那个蓝光闪，所以我就开始往回走。然后呢，我就在路上看到豆豆啊，那个经过他的应该有橘子，还有另外一个人。哎，我经过的时候，我要冲上去修电。那时候我从下方来，我没看到人。你是从左下过去的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出会议室先往左边走一点，然后躲起来，然后往上走。哎，其实刚刚这边其实就已经要派座，因为也没有丢过人。那、啊、其实刚这边对我来讲，没有人去派去修紧急任务派座的话，我都会认为是坏，因为没丢过嘛。啊，场上肯定还有三老嘛。不是吧？因为我想说，你们刚刚上一轮其实没有聊得特别出来，那因为剩下九个人的情况下，紧急任务一闪，我一定要冲上去赶紧去修，因为我知道一定会有人在会议室等。我看 WJ 脏脏的，谁说的？茄子狗。茄子狗，嗯，茄子狗是真的很怪。没有，可是WJ 跟你的话，我觉得你比。WJ 更脏、欸。重点是我刚修完右上的那个电塔之后，我走下来，他从左边走上去要去修，就是要从那个阿莱塔上面走上去，然后我就在登陆舱下面有看到豆豆的事情，然后我还没拍你就拍桌了。花生，我问你一件事情了。嗯。你的狼坑有谁？我狼坑，茄子狗铁狼啊。然后劫起的话不太像好人。关心，我这样讲，刚刚第一个我拍的第一个尸体，其实那个陌生嘛，其实是我
警长枪拉的，我等下去枪茄子就知道了。嗯，好啊。不行啊。你是警长。那我去投另外一个，反正你要去枪那个铁狼吗？对吧？对。不行啊，狼剩那么少，我觉得很奇怪。没办法啦，豺狼都被干死，我有什么办法？要出又三次，我尾随你枪我吗？七八七，中刀了。变修开，有 get 到，有 get 到，有 get 到，抓到了，抓到了，我头被扭掉了，我就说没有我，你们怎么？你好棒啊，花生。我好棒哦！前面我前面先做个视野，后面再丢一个大家认为的铁狼，我身份至高无上。毕竟我没有抱你的位置啊。嗯，我知道啊，因为 WJ 那边，我刚才想说，砍那么多刀了，他一定是要出的。对啊，嗯，我在想说剩那么少人，然后你竟然说你竟然没有要出人的意思，我就觉得你怪怪的。你说。哎，同声会是什么身份啊？我没看到。小丑啊，小丑嘛，对呀、啊。我没有报你的身份，就是我最大的。嗯，对啊，对啊，我想说同声会，同声会在那边穿我身份，冲安小。因为其实刚刚其实茄子狗那边不能出刀，要么就是我们店那个会议室直接手撕就好。我会议室直接出三刀，后面没出刀，那个最后那一刀是我砍的。嗯，我说实话，豺狼真的是被干死的。对啊，豺狼第一开始就死了。啊，我前面也没出刀啊，茄子狗，其实茄子狗前面出刀的话，我们后面其实两个没出刀也蛮好盘的。嗯、我也出了一刀数四刀，剩下都是我自己手砍的。即便我都知道狼，都没有出到刀啊。哦，你没出到刀数四，谁是狼？我那个。但是没有，你们盘的那个三死的那个有两只是我砍的。哦，我砍的，我砍，哎、欸，我想一下，我砍那一轮三刀，我砍两刀、哦、有我砍我砍一刀了，右上门口一刀。橘子，你知道为什么我不尾随你吗？为什么？我怕你不理性。哦，不是哦，你是说我看不懂，然后就直接把你砍死？没错，因为我曾经跟过很多那种不理性的人。有啊，我看过很多啊。我想说，我在地洞上面晃一下，或者是去那个派做事的那个那边，不是有那个地图吗？看一下，我看一看，我死了。对不对？连茄子狗我都不敢看。